当条件为你不顾明天的安稳，为你变坚强，相信你的眼神，不敢想，不敢问，有一天坏的可能。无条件为你放弃单独的旅程，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。我的灵魂如此沸腾，为我爱的人。好的，欢迎回来月世界。那么回到这个神魔三国志，今天招谁惹谁来到 Part 28，到底是不是咒骂篇？今天准备了900张的高招，300张的招贤令那也是想要测试一下，刚听大家都说刚出来的这个角色，就是刚录音台角色的话比较容易抽到，到底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抽到神巡玉？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啦，大概差了将近七张左右神巡玉，今天有望、渴望、想要、非常必须、一定要把它给抽出来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其实这眼下几张都是我想抽的。魔国家打错了，各位观众，这个字打错哈，非常不好意思。不是魔陆逊打错了，魔陆逊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就来，等一下哦，容许我清下包包，容许我清下包包。我们先把该清掉的清掉好了，好，清掉清掉，通通做肥料，通通做肥料，通通做肥料。好，我们就一个都不剩，一个都不剩，一个都不剩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来个高招，连续让他高潮一下，高潮迭起的高招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第一抽十连抽，哇，只有一颗蛋，单机的内，诸葛亮是好事是好事吗？我不知道第一抽就诸葛亮，我的天天呐、啊！哦，为什么不是神巡玉？我蛮想看他用波动拳，好不好？神巡玉，各位，不是哦，好，算了，各位观众。神巡玉登场啦！许褚那个事出必有因，现在换一下感觉好了，300张好不好？其实我分数也够了，如果硬要换的话，我绝对是够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十连抽就好了，看十连抽能不能抽中。听说有人70连抽，一个人700连抽才一张哦。我们就先十连抽。神流贝，各位观众，太好中了吧！各位观众 ，Hiroki Ande， 神流贝，好不好？这不是开玩笑的，各位观众。月世界运气实在是无可挡，无可比拟。神皇中，四抽，怎样？四抽啊，五抽啦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。突然兴奋的太过头了，是不是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我觉得，可是我这个龟毛，我要字体要一样。好，神刘备啊！我这样有刘备是不是？刘备有几张？一张，不够，让我升11星。我的林老师卡好，好，没关系，神刘备来了，我们再来就神巡玉了，神巡。等，开封有个榜头，好哦，来再来，拜托不要躲，神巡玉出来一张算一张，你知道我省一张出来一张就省100积分，出来一张你出来了，操你的小乔，谁他怎么知道我想操小？不是、啊，没有讲错了。拜托，张飞打岳飞啊，哥！拜托啦，不要这样子！拜托，神巡玉，黄忠，我那时候缺黄忠的时候你不出现，现在出现了。
Cuba， 徐庶，那个这个感觉不太好，我们再换一个地方，我们再拜十连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身高是九、四，好啊，没有就算了，哼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你再换嘛，再换，不给抽，我们就换，好不好？拜托啊，陈寻玉鲁肃。我跟你讲哦，系统不要这样子哦，大概神魔三谷子也只剩下我在拍影片而已，也只有我在帮你留住观众，没有什么流量的观众，给个面子好不好？给面子，这张就神寻玉了。妈的fuck 张。此时此刻，月世界正在咬着。我今天有去买那个，最近那个大院子啊，有在那个买一送一哦，我觉得还蛮划算的。我今天去买那个春溪柳橙翡翠，里面还加了蛮多满满的那个百香果颗粒，然后看到张照的时候就忍不住了，多咬几下百香果颗粒，咬得心衰给我，希望可以把我的坏运气给咬掉。好，我们接着继续冲，拜托，哎、欸，这一波都没有双黄蛋哎、欸，神旭玉。神高顺，哎、欸，错了啦，哎、欸，一开始的高潮不能只有神牛，哎、欸，那个什么神诸葛吧，神牛背算也是，这不能这样对我啊！拜托，900张至少要来一张或两张，哎、欸，我终于抽回来了，宝贝，我说爱你就回来是不是？我现在想要练那个吴周瑜，不过这样我差10张。好靠北哦，哎、欸，那不给我用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一抽啦，两抽，三四五六七八，真机九，哎，四，好啦，有真机也可以啦，好不好？只要有肥料就可以，真的是怀疑人生，马超马来高。拜托了，神寻玉大巧，哎、欸，那个了，太多很抽是不是？拜托啦，不要这样子，哎、欸、哎，满、欸、了。你吼，你这样子对我是，你好意思这样对我？你这样对我会天打雷劈，我跟你讲，你到时候会观众都流失掉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系统这样搞我。你好意思这样搞我是不是？好，我合一下角色。哎、欸，我需要这个吗？我有，哎、欸，我有一只了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各位那个也欢迎各位在下面留言哦、喔。你大概几抽到神寻玉哦、喔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几率哦、喔。目前看不出来有神寻玉的迹象、喔。好吧，没有神寻玉的迹象，只有那个恼人的迹象。过来给我小乔，哎、欸，我要神小乔，不要给我吴小乔，我要神小乔。拜托，神小巧，魔董卓，不能给我魔曹操一下好吗？魔曹操，操你的！徐玉，神徐玉跟徐灿，好不好？哥，系统，好不好？系统，到底干什么？当招你，拜托不要，求求你不要。哦，周瑜又来了，人家心好啊，好舒服啊，怎么这样子？我需要周瑜，马来高滚，拜托啦，神寻玉，太史慈，我
我跟你讲，做人真的不能这么不厚道，你知道吗？不可以这么不厚道。给我神玄玉，神玄玉，神化陀两张，三四魔典韦五五六五，魔典韦三连发是怎样了？七八九十，魔典韦三连发，各位观众，这什么鬼？这什么世界？我不需要那么多魔典韦，好不好？不需要那么多魔典韦，魔入训也可以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对待我。神魔 YT 大概只剩下我跟松哥而已，唔通安尼，好不好？女萌，好不好？女萌，拜托啦，不要这样子。庞统也是可以，刚刚有看到庞统，可是，哎，你就知道那个能练的就没有资源就没有很多。看一下、喔、肥料有没有得合啊？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，哎、欸，可以合，可以合，合吧，合起来吧，合起來。不要浪费。等下到时候没有肥，没有四星肥料可以合，就哭哭了。这里的话没有。那个纪灵，例如我弄一张那个化熊出来好了啦。三张，然后三张化熊，三张那个，三张化熊。然后三张肥料。我靠，我的那个魔三这么多、哦。我的妈呀，我的那个好多、哦。不是这样子搞我的哥。你看长啥呗，你不要这样对我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会被我骂到骂到翻起来，我会把你干到翻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好不好？我们接着抽，拜托啦！哎、欸，都没有双王蛋哎、欸，许，你是开我玩笑吗？你少一个神，你知道吗？少一个神，好不好？少一个神，各位观众，令堂阿内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不，哎呦哦哦哦哦哦，神玉啊！哇，神造影，下一个神玉，我跟你讲这。各位观众，这个不是神群玉的话，我真的是随、欸、我好像不能随便你哈。哎呦，我知道赵云跟诸葛亮感情很好啦，但是我就要神群玉嘛，你不要这样子对待我，拜托。九百张里面，至少要有一张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给我一张，不然我真的会生气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子哈，妈，你这样系统实在是哈。你妹子，神真机，你不要逼我骂你哦，魔甲许，摸乳像摸，真是神器。好，换，我们再换。Oh money, oh money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八九十，我这样突然觉得无限伤感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家说七十张中一张，我们从三百张抽到现在，好啦，也才过不到一半，好不好？好，过不到一半。我们这样的话，我们再卖好，我们再卖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卖一件献祭，然后快速帮路。我故意用这么气势磅礴的音乐，就是要气势磅礴的赢回我是三星的神学玉。你妈不要让我这一篇都一直在干掉你，我会生气。我跟你讲。来哦，来哦，神玄玉来了哦，神去魔女布，不然你给我魔曹操魔女布我都有了，本尊够了，你真的是够了，我生气了，够了，够哦，啊，不然你给我吴周瑜嘛，我不要苏庞统，吴庞统，哎不，苏庞统，哎，太死迟，拜托了，一张就好了。我从骂你到不骂你了，小乖乖，出来吧。
高顺，妈的死高狗屎狗屎狗屎，好不好？狗屎，高赛，高，张昭，张辽，陈旭，张昭，哦，张昭怎么那么多？不要张昭啊！是张昭鲁肃，哎呀！马来高，嗯，那个系统告诉我们要先休息一下，喝个武将，再出发，再出发，再出发吧！要拿冠军第一名，人生觉得好累啊！这边的话，蜀庞统哦，哦，犹豫哦，蜀庞统也是可以练，你知道吗？蜀庞统练起来也是可以去打晕那个啦。我到时候来，其实蜀庞统好像比吴周瑜还好拿的感觉，倒是可以先把蜀庞统练起来，然后再去兵转周瑜就好。不管，先练起来。马良，马良啊，他没有马良啊，来只马良好了。马的心都凉了啦，都凉一半了。这里还有什么？蒋琬有了，张辽有了，那再蒋琬一只啊，蒋琬一只，然后搭配两只杂货，蒋琬一只，两只杂货，蒋琬，意义是什么？意义是什么？月英、马来高，这个，辅助我不需要了。张飞，哎，张飞打岳飞，月英升起来当肥料吃掉。这个，张飞，哎，马来高是什么？炎炎哦，炎炎夏日。炎炎夏日，炎炎夏日。吴国的部分的话也可以来咯，我好想要，人家想要孙权，如果再给我一只孙权的话，我就直接用积分换了。人家目前已经有四只了，你说好不好？哎，我可以再练一只那个张昭起来，然后当成肥料用。好，我们练张昭好，这个一二三。然后把张昭当成肥料吃起来，我要留三张实心，一二三，哦，少一张。小乔好像没有什么用，张昭把它练起来，这个吃起来，再两张。哇，没有，不够了，不够就放着好了，暂时先放着。哦，可我觉得，但是有点没有那么好抽哎，没有想象中好抽。谁说那个沈荀彧根本就没有在，我感觉没有几率没有那么高哎。还是只有月世界几率那么低？拜托，已经抽400张了，没有一张神荀彧，你是有没有事啦？系统，六张招，妈的，再招几次？招到天荒地老了？啊，又鲁肃，丢丢，哦，月英。妈，旁边不要给我诸葛亮，我生气哦！
国家，国家好，国家好，国家好。神旭，月英，一个月来一次就好了，不用再月英了啦，都快月经了，好不好？抹点尾，妈刚才抹点尾连发，你知道吗？你好意思一直来哦、喔？操你的！司马懿，回去养马吧你。生气，磨甲曲。磨甲面不好吗？磨董卓，磨董卓不好吗？哎呀，神荀彧啦，神荀彧，干你老师嘞！拜托，张合都出现啦，神荀彧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要隐藏你自己。好意思哦，神荀彧啦，四五，神荀彧六七，神荀彧八，神荀彧九，神荀彧十，呀呀，鬼吼鬼叫，成何体统？我觉得真的很过分，这个太封印了啦，明明就是根本他真的放云台吗？我们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他有没有放云台啊，他是在改林北征效，其实他还没进云台对不对？我看一下、喔、查看查看哦、喔、听说有人抽我们国家呢，对啊，他放云台了，是在征效哎，要哦哦、喔、真是有够难抽的哦哦，妈真的变咒骂片了，真的会变成咒骂片，我跟你讲，好不好？真的会咒骂，真的会骂起来哦，我跟你讲，不是开玩笑的哦。那个，哦，这个已经有了，那这个就只能当肥料了。好，看一下，哇，魏国也没有什么好吃的。祖国的话，可以生两只月鹰起来啦，然后给庞统吃掉。八星九星，八星九星，然后要十星的话，就可能还要那个五个三，反正原因那么好抽，这样子吧。哦哦哦耶耶，死你妈死妈死！我觉得人生真的好难，张招真的好多，张招路数真的好多。一只九星，那我们搞一只九星出来就可以让他吃了啊。再练一只十星出来，我又可以再升，我可以去升。我想把郭嘉给升上十三星好了，我不理他。然后，其实目标应该是要。好啊，我想要去拉抬我的这个摸金校尉的分数起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接着继续抽好了。把它卖掉，见献祭，没有的献祭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吼做人真的不能那么刻薄啦，给其他玩家留点空间呐，你知道吗？妈，系统，我现在是跟你沟通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齁，好，我知道你知道了，你知道我的知道。来了来了，已经快接近500抽了，好不好？小乔，我真的小乔你了，我要沈小乔，好不好？沈小乔，你不要这样子哦，我今天看到暗之二抽到魔曹操哦，我会生气，沈高顺，你不要，张赫。你这样对我，你真的会遭报应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会遭报应。我刚才把属猪壳吃掉了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会遭报应的。这系统，好、哦，你再给我黄忠没关系。好，神黄忠是不是？妈，那一样都是黄。妈，小乔出来，
沈小乔好不好？你们系统给错，妈你实在是，来哦，鲁肃，下一个张照我不抽了，下一个张照我不抽了，妈我怕到了，我们在这里抽好不好？在这里抽，又妈又诸葛亮好不好？又诸葛亮一抽两抽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没有没有。好，我们他进进出出就有给，哦，没有，二三四五六七，九十，因为好像也不是进进出出的原因呢，算了，我的妈呀，这人生怎么那么难啊？这实在太过分了，我真的觉得这系统根本在搞我，而且是搞得非常爽快那种。我跟你讲啊，那个大家那快筛哈，都是人情留一线的、啊，日后好相见，你不要这样子、啊，好不好？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哎，好吧，不要这样对我，拜托你了，求求你哥，好不好？给个面子哦，做人就是要有理子又有面子，这样人才会好过嘛。不要这样子让我这样子过不下去，我真的会。也没有办法啦，就这样子，你就这样对我问说，我能说什么呢？让我好过，一只两只，哦哦哦哦耶耶，是你吗？谁吗？谁？哦耶耶，好多黄盖哦，黄盖爷爷，神玄玉啦，我他妈已经跟你讲几次了。前面少一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少一个神，好不好？少一个神，妈给我出小乔，还少一个神，妈给我出徐玉，少一个神，神好不好？神给一个神，好不好？有小乔，你烂是吧？我对于无人知了，哎呦，我又双黄蛋了，拜托啊！啊，我干！终于收得中了哦！点我哎！哦，傻呀！耶，傻中了中了中耶！这是要一直咒骂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咒骂系统，我的林老师卡好，你搞不出神学玉就在魔董卓。我跟你讲，真的不能这个样子，神学要再出来好不好？神学要再出来，不要再躲了，不要再躲了，嗯，汤不要躲好不好？神高顺，妈，我跟你讲哦，剩下。你没有多少机会了，你这系统要表现一下，好好表现，好好表现，那个玩家就可能在花钱，就瞅他觉得，哎、欸，机遇够高，你知道吗？妈，敢砸钱，敢砸钱，好不好？敢砸钱，好不好？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哦咻，哦 yes， 哎、欸，有人说那个高招跟那个招显各中一张。就差不多了，妈，我今天不信，我们就来抽抽看，我们就来抽抽。哎、欸，我这个神有点少，先一件先记好了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激动，所以说可能会破音，麦克风还不太好。啊，你接着继续抽，接着继续抽，不好，神群，妈就骂，用骂就有了，骂用骂就有了。大乔是不是？妈，你大乔再出现，我就把你打到变大。大哦哦哦，两抽哦哦哦，黄忠神勋玉了，陆续哎，不然给我吴周瑜，哎呦满了、哦，怎么那么快就满了？五体不满足啊哥，看一下、哦，那我们用那个，嗯好，这个好了啦，我留下这个。然后一张两张，司马懿好了，我有司马懿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神荀彧的话，荀彧不知道用谁，也是蛮丑嘛。哎、欸，我两张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是成群哦，我天哪、啊，完蛋了，一二三，三张成群，三张两张肥料，三张成群，哦。两张肥料是不是？
各位真的要骂哈，那个边抽边骂，你就抽得非常顺利，非常愉快。我已经中了两张了，我觉得这一集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，好吧？人生觉得，突然觉得有高潮的感觉。然后那个神学院一出来，就有高潮的感觉。哎，点错了，高潮，自以为是的高潮，好不好？拜托分享一下，你到底抽了几张神学院出来？其实神学院没有什么一定要怎么样，不过就是先用了先爽，我觉得。哎，搞笑了，我居然没有张盒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有张盒，那我要插九张，两张、七张，这也是两张、五张、五张、五张而已，我还不够。然后吴国的话，哦，肥料蛮多的呢，这个要什么？炎炎夏日，那我们用一张炎炎出来好了。炎炎，不是，这是。哦，也差一张。这个时候就是要合东西了，也是在考验你的肥料多不多的问题。平时有囤肥料哦，虽然说会被笑成是仓鼠，但就是可以让你在需要的时候好好的去用它。比较多出现机会应该是讲碗的，所以我会合讲碗出来。然后这个留一张张松，然后我们再来把马来糕给吃掉。哎，炎炎，哎，我刚才不是合炎炎吗？哎，我合错。哎，阿妈，我合错啊！妈，智障，太高兴了。算了，那我就我要月音留着。这个留着，还是徐庶吃马来糕好了。徐庶有吗？有，徐庶去吃马来糕就好了，算了。徐庶去吃这个比较少出现啊。哎，马来糕被我封起来干什么？不要封了，不要封了。马来糕把它拿来吃掉，不要占空间。加上这一只好了。这样子我就有五谷，从魏国那里找肥料出来好了。五谷这里的话应该还可以生，五谷的话一只够，所以我在准备搞下一只九星。那这两只，这个两只不能动，然后太史池也把它封起来。然后这个大桥也封起来，那就是甘霖把它吃掉，是不是？一只这样子，八星、九星、十星。哦，好多小桥哦，多少桥？陆逊我还在犹豫，到底要留他干嘛？我们先把这个吃掉，吃掉甘霖，这样的话就比较少。哇，好多。好多高顺哦，好多，好爽哦！我还蛮想要小乔的，生小乔，你真是小瞧我了。把高顺吃起来好了，鱼子。高顺吃起来，然后。神珠真的也没有什么用，目前来说啊，它大概也只有当成肥料的用法而已。目前来说啦，把这个吃掉，主要是不要让它占空间而已。我还是蛮想要曹操的，因为魔曹操可以在那个潼关之战，或者是说在摸金校尉里面可以打蛮好的成绩的，所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曹操练起来是最好。好，那我们就接着继续抽。我剩下大概130抽左右，拜托再来一只神巡，我就没有遗憾了。
太实吃，已经不想做，这个不能咒骂，你知道已经出两次，你他妈真的是贱，你知道吗？我被骂都不爽，你知道吗？是想吃大便是不是？黄忠，想不要咒是不是？鲁肃，哎，徐晃，晃哥，我跟你讲啊，夏侯惇可以，这个还可以，又满又满。又买，没关系，买我们在这里好不好？买我们在这里，这个还是要再继续抽了啊！要、哦、神话陀，神话陀怎么那么好中啊？三四五六十七七八九十，这个吼，我老婆要兜，他不给我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和那个和一只九星出来去吃好了啦。这个先留着，我有这个，所以我要和一只，哇也不够哎，这里没有肥料可以吃。看看我气势这么磅礴，哇、哦、好多，这里好多肥料，张红把它练出来好了，一二三四。然后再搞一只，哦，张红好多只哦，这个好，诸葛恪也会也有机会，有可能可以用得到，雇佣也是有机会的，就算当肥料就好了。然后再来最常用的应该会是这个啦，再两只肥料出来。两只飞鸟，两只飞鸟，两只飞鸟跑得快，跑得快。这个时间点，先咒骂系统会不会等一下再给我？系统，我跟你说，你等一下再不给我的话，我就圈圈叉叉你哦。跟你讲，做人哦，就是要厚道一点，我又没有攀缝，就是。一只攀凤，三只，四只，一只蛇。哎、欸，不是这个攀凤了，攀凤，你是在讲哦、喔？开到变傻，你知道吗？开到变傻，攀凤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多只？我计算错误啊、我还需要那个什么，两只、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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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肥料，三只那个，按一下哦，这个好了啦，三只这个，然后三只肥料，这样就不会浪费那个这个本体。李儒，我有李儒吗？有一只李儒，两只李儒。哇，其实李儒还蛮多的，算了，就这样打，管他了，就是要把肥料给吃掉而已。三只，所以还有两只，两只肥料，然后这个好了啦。好，弄完，那我们就接着继续把它给卖掉。好，借据抽，我们剩下大概170张哦。哎呦，神玄玉哦，这下面一定神玄玉，我跟你讲，下面，自我催眠好不好？自我催眠，哎呦。好不容易来两张，神玄玉，再给我一张我就赚了，再给我一张，再给我一张，大乔，快瞧不下去了，有大乔，大乔连发干什么？神玄玉啊，鲁肃，吴国连发，
诸葛，今天到底中几张诸葛亮啦、啊？哦，诸葛亮一直来要干什么？鲁肃、张合又满又满，五体不满足啊，哥！看一下哦，张合不能吃，吃这个这个，我们再吃一张这个好了啦。哎、欸，还两张哦，张合吃一吃，三张，然后这里的话，蛮重有。但我偏好这个啦，一二三各一张，就是说我必须要这个一张，然后曹仁一张，哎，和这个，哎、欸，我又计算错误了。那我再一张乐进，然后五张肥料。不管，要先把那个该合的合出来。这样才不会占空间呢。那我现在差的是这里的肥料不多哎、欸，这里的也还好，这边的也还好，那我就是把它卖掉咯。神魂的魂的部分是不是没有武将会出现？一八多，我等一下怒抽那个云台。一路拼到底，又是马来高，张合，我现在也只能心平气和了。徐晃，我跟你讲，张良，怎么魏国连发、啊？董卓又董卓，鲁肃。好，我想要好啦，剩下最后三十抽了，把它抽完好了，把它抽完，剑仙姬好了，我们把它抽完，三十抽而已，没什么了不起的啦。魔甲许，董卓，最后一张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跟你讲啊，神许。周泰，好，900张高招里面的话，中了一张神荀彧了，我觉得，还算可以了。900张高招，只中一张神荀彧，自我安慰一下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。不过我倒是有抽回来这个周瑜的部分了，我觉得还可以。那原则上的话。我还差一张九星嘛，我就可以去把那个合出来，看一下，三张一，二，因为我这里没有一张啊，我要留一张，有一张，所以我可以先吃一只，然后一二，吃乐进好，哎、欸，不要吃这个。然后再弄一张出来，我需要这个本体有两张，张辽我倒是还好，张辽倒是还好，我们就推两张出来好了，张辽我够了。我们把实心的那个合出来，然后送这个送我的魏郭家升上去13星好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合出来。我看哈、哦、吴国应该有机会再去搞一只出来，一只至少一只九星出来。
到时候就有机会。哎、欸，小乔是肥料，哎、欸，这个好，这个先当肥料。哦，这个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去把魏郭家升上去是三星。我现在去只想要去拼那个，哦，还要本体耶。哇，失策！这边的话要一支九星的本国武将，哇，那还要再拼一张一支本国九星武将才可以升，那就先留着好了、啊。反正张昭还好啦，还是可以用。好，那我们就接着去抽了。我目标，目前216嘛，好，我们留16张啊。然后我们连续两，只要没有中我就不停，好不好？只要没有中我就不停，没有中好料我就不停。我们连续200张抽抽看，到底会不会，到底能拿到什么东西？不想说话，没有东西就不想说话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剩16张就好了。跟你讲，妈系统不能这样子搞我。中了，各位观众，这一波里面证实了一点，就是我目前大概将近200张的这个高招吧，应该还不到200张，有中了2张神玄玉哦，我觉得连续抽还蛮爽的。跟你讲，做人就是要这样子，一直骂，一直飙，一直爽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这样子啊！刚才在叫一波而已，神周瑜都出现了，没事。哎，魔曹操，哎、欸，神赵云，魔曹操给我啦！我要魔曹操，魔陆逊也可以、欸。有人说抽到魔国家、欸，哎，你好意思这样对我？系统，我跟你讲哦、喔，神庞统，魔典韦。系统，我跟你讲哦，不要这样子哦。我跟你说，好，算了，我们先出去啊，先出去再进来。我现在差几张啊？我现在差几张、啊？我现在是1、2、3、4、5嘛，五张。然后这里要2张，是不是？5张，7张。哇靠，赚了，差4张而已，只剩下4张。我可以多留点积分到下一次这个魔神宫入云台的时候了。哦。觉得人生很爽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就是要这样子。系统要斩债啊！神高顺、典韦、系统、魔司马懿、魔张飞，我要魔曹操啊！魔郭嘉也可以，拜托啦！系统再一张神玄玉就好了。系统，不是四同哦。哦，今天神话图好像来了3次了吧？就是大补血、欸，超级奶妈高顺也一直出现哎、欸！不要这样子啦，系统，你够了、哦，快结束了，200张就这样快不见了。张飞又出现了，不然给我魔曹操啦！曹操，郭嘉，谁说郭嘉出现的？根本骗人！我快被结束了！剩下20抽，不行，这个实在是太刺激了，系统，哦，神助龙出现了。虽然说我不练神助龙，哎，剩下，拜托，魔哎、欸，最后一抽，好，司马懿，我真的要爽一波。我各位观众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就要把它给抽出来，所以我额外在准备加码。好、哦，我们一定要把它
一定要把它搞出来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搞出来，真的是不骗你的啦，这个没有什么话好说的，我们就准备了这个五星魂啊。我们先两张抽，我只要抽到神玄就好，我要停手，然后呢，我们要那个等魔成功出来，张飞打岳飞是不是？徐庶，不然给我那个好不好？哦，又这个毒素，这里有4000多，大概可以抽80几张，不要这样子哦。夏侯惇完蹲换谁蹲？张昭，我真的是觉得齁，这系统他会搞我，我先把夏侯惇的锁起来，然后我们还要一张那个，哇，不行，够九星哦，我的庞统可以让他升到10星，那再把他锁起来。那徐庶可以升，留着8星9星哦，10星可以耶，那够了，把徐庶打开，然后升星哦，没有张松是不是？真是奇怪了，世界真奇怪，两只我一只张松就够了。那个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我觉得。就看到有人抽到魔国家，我的君主技能一都还没办法学，真是齁，我觉得人生好累。实心有，那我们就本体有。这只的话可以上，我们在这里搞个9星好了，然后那边搞10星出来，所以这边9星就够了。9星的话锁一只小乔，然后再来的话，我们用这个随便吃了啦，应该还好。吃张招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有太史池。然后吃这个好了，小看一下哦。哦，好，小乔上去，剩下都可以吃了，1、2、3、4。我真的是准备好了，反正就这样子了。好，我们留着好了，反正一定会让我抽到其他东西的。好，接着继续抽，我真的不相信。那我们时间抽好了，我要快速解决它了。我觉得影片拖太长，10连抽到底能不能中神寻呢？神寻，我基本上我都不抱任何希望，因为我每次觉得在这种五星的肥料堆里面要找，真的很有点困难。15连抽。神寻一只，哇！曙光鱼都出现了耶！神旁，曙旁，神黄钟啊，没有，就是没有，补给你，就是补给你，怎样？没关系，我们就不给我就不给我，那我们就先把肥料给合上去，然后小乔把它打开。很难得把小乔拿去当肥料吃掉。这个
小乔是九星，那我们就在这里挑个十星，八星九星再来一只。我们把张飞练起来，好，张飞打岳飞。哦，其实赵云要留着，你知道吗？赵云可以来去开那个神将路，而且赵云也不是很好抽，我想要先把他留着，等以后看怎样看情况再来去弄那个神将路部分。那蜀旁的话是可以升的，九星、八星、九星、十星，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升蜀旁的部分。那原则上就是吃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站着穿尿而输尿而裤。哦，吃吃吃，反正这些都是肥料了。鼠旁桶把它打开，我好像没有其他肥料可以吃。哇，有点可惜，把它吃掉的话就，刚才是15连抽嘛，等一下就20连抽，好不好？好生气，他不给我，不给我，你以为你不给我就没事吗？我们留这个一只好了。哦，这要九星，所以我要留一只这个。哦，一只就够了。哦，我要两只六星，对不对？这个乐境。然后这个是成曲，又要成曲，又要成曲，要不要结党？成群结党？没有。那我们又弄只成群来好了，一只，所以我要两只成群加上三只肥料，两只成群加三只肥料，两只成群，三只肥料。仓鼠不是叫假，好不好？仓鼠就在这个时候展现仓鼠的实力。包包就是塞好塞满，一口气就让你看到升三星的感觉。哎，看一下，等一下，突然间断片了，这不能吃，哦，这可以吃。哇，我还差欸，好，那算了，接着去抽，20连抽，好不好？20连抽，我们就要抽这个神巡玉，神巡玉了，摩斯马翼，咒骂系统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在这里找不到好东西，哎呀，不然也给我五，哇，我觉得有点可惜耶。我还蛮想要无周瑜的，如果可以多给我几张无周瑜，我觉得倒无所谓。但现在就是不给我无周瑜。蜀旁部分的话，两只，这个好了，然后加这个。蜀旁把它来打开，然后，哦，这边你不太行。这个换歌哦，可以八星，然后再一只就九星换歌好了。那表示我其他都可以吃喽，我也少一只嘞。二十连抽。20连抽啦，我真的觉得有点悲剧的感觉，有点悲剧，都肥料，还有一只张辽算还可以啊，实在是哦，有时候激那个出来也是没什么太大作用，个人是这样觉得，意义不大，他不给你，你也没有办法。他就不给你，那我现在的话就是要冲九星，对不对？冲九星，一二三四，哦，一二三，哦，差一只哎，我差一只肥料，差
他一直当肥料，怎么这样子？剩下最后六抽，神玄玉到底会不会出现呢？我无言以对，分手伤了谁？哎，人生真的非常的困难，你知道吗？九星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属庞统身上十星喽。这个把它打开，应该吃了不少降星石了，我觉得。然后这个，哎、欸，哦。原来我这个哎、欸，差点吃醋哎，吃醋就搞笑了。等下我先不要吃好了，我九星，我要九星，吃九星，九星，然后加上一只十星，哎、欸，张昭被我锁起来就是，张昭就不用锁，那我的魏郭家就可以升上十。十三星，当当，好，搞出一只十三星贵国家。那我接下来要冰转，因为哎、欸，应该可以冰转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有冰转，这一次活动应该有给吧？是不是？应该有吧？应该有吧？不会这样子吧？欸、这现实是怎样？祈愿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的祈愿了。祈愿是可以干什么？祈愿不能干什么啊？这个礼包要领起来、欸，这个要领起来。哦哦哦，冰爪在这里。好，那有冰爪，那我们就，哎，真的是没有办法、欸，因为他不给我，我是不够，我现在差四只，所以我要四板，对不对？确定哦，这两只嘛，三四五六七，所以我要四只。我要四只这个神虚玉、哦，我想再抽哎、欸，我们就把这个抽完好了啦。23抽，一口气赌他了，只要中一张神虚玉我就赚了，一张就好，一张就好，拜托你一张就好，一张我跟你讲一张就好了，一张我心，我真的是一张就好了，我不要太多，你知道吗？不用多，好不好？两张也可以、哦。这个头好像不太对，头快出来了，头，这个头好像不太对，头，这头啊，这头啊，神诸葛，不然你神刘备，神刘备，神这头，这头啊不太妙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20张没半张，哦不，那你还说什么呢？20张没有半张，太适合。这不是我在说的啦，不要这样子搞我，好不好？那我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可以在小乔有，可是我其他好像没办法再练，除非我硬生生从这里再弄一张出来。有没有两只？有没有一只大乔？有一只大乔，所以我够身上十星。大乔不能动，然后可以八星，张。九星，然后我再弄一只这个，哦，这个没有，十星，好，可以，那就没有办法咯，只好，再见收入，把大巧合出来，大巧是主要的。这个就先吃掉好了，我现在没有别无选择。没有，
没有肥料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这可以打开了。不过现在也没有肥料可以吃了，对不对？一二三，那我插三只，插三只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不要去动它。蒸鸡的话可以吃一下。好多黄忠哦，随便吃了。好多高顺哦，随便吃了。吃高顺好了，觉得高顺比较肥。主要是要这样子，吃几张纸，八星、九星、十星。那我就可以先生一只。这真的很扯。生神诸葛上去。当肥料吃掉，人生觉得非常丰裕。神其实不能这样吃啊，不过，哎，现在想抽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不要理他了。神猪当肥料吃，傻眼。好，算了，就这样子，把最后的这个抽完，21抽。好利奇啦！神巡玉，拜托再来一张就好，一张一张，我改一共一张就好了，一张好不好？一张一张，相异得张，相异得张，神抽都出现了，神巡玉来一张就好了啦！哇，没有神小乔也可以啊啊啊啊啊啊！哎、啊，我觉得啦，这真的这个都真的都是肥料而已，五张。真的都是这个，真的都是肥料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好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了，那就表示我必须要去换出四张这个寻玉部分，就换出寻玉，然后来去把寻玉给换出来。寻玉，其实我觉得蛮赚的啦。现在目前积分还有800嘞，耶嘿。那我们就可以冰转咯，我把这个我们的神舟下去好了，神舟就让它滚下去咯，滚下去。结义部分的话在这里，然后我要让它滚下云台，滚下云台。那么再来的话，就把寻玉，神寻玉。哎、欸，我靠腰，我是多。有多吗？我怎么觉得我换错了？我是有多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哦，没有，还好，还好数学没错。好，冰转，我被打下去了耶，没关系，反正我已经拿到了。冰转一下，哎、欸，冰转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冰转，切换。好，然后我们的神学玉。哎、欸，这个为什么不行？等一下，这个武将被锁定了。这个武将被锁定了，锁定什么？哎、欸，对了，他从他的那个天命不知道重置有没有屁用，算了，一点点东西而已，不会伤害我的。为什么点不上去？哦，可以。哎、欸，神巡玉有被绑起来。我也不知道神巡玉到底好不好玩，到时候再测试一下跟各位分享。不过我们暂时就先把神巡玉给弄出来，做个 happy ending 吧，做个 happy ending。清破转身。体，好，转身 ，yes， 所以我们终于搞出神巡玉了，马上让他上去 ，Hakili 了 ，Hakili， 神巡玉就会变成是这样子，那我们就让他去结义好了，不过我还不知道让他结义谁好，你知道吗？
因为目前来说的话，最多最多我就是让他截一小桥，先把小桥下下去，我要保留三打，打手要够，然后荀彧又需要速度快一点，所以是4900。兵法部分的话，超级不屈守护，暂时先顶着用啦。其实这不是适合神荀彧的兵法，然后我们先把天命直接转过去，是不是？这样我也不用那个太好了，那我就可以直接那个了，点满他。他本来我就是要练的，虽然我不知道效果如何啦，不过就把它弄起来好了。呼呼。好爽啊，直接把神荀彧给点好点满。那我们把神荀彧换上场好了啦，试试看好了。然后看一下，神荀彧比较快的情况之下，它的效果怎么样啊？我们都只能去抓。吴界也把荀彧给弄出来了，不过他弄的东西会比我好一点啊。他还有法莲类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法莲其实应该会比较适合神荀彧，他可以额外的去产出敌我的效果出来。看一下谁速度比较快呢？一样都有八门，哇，他的速度比我快，啊，他神荀彧速度也比我快。不过我的那个，有中敌我，那个是敌我状态吗？我看一下哦 ，buff， 点错，负面，对，敌我难变，所以他中了敌我难变，头可会多这个，我的敌我难变还反而比较多哎，真是见鬼了，我敌我难变反而比对方多。所以其实神荀就是一只怎么说比较偏向于吃运气的概念呢，我觉得啦。不过神荀要绑上去的话啦，他可能是要助魂要再高一点啦，毕竟神荀彧的话敌我往上冲会比较好一点。差你看54%，说不定点满有60%吧，我猜啦，不知道。好的，以上是目前月世界想跟各位分享有关于招谁惹谁 Part 28的部分。喜欢影片的不要忘记帮月世界影片点赞，如果觉得疗愈的话呢，想要抖内下月世界，下面有两个方法也可以抖内下月世界哦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